你可以把这些诉求呢，再次的让它更融入我们这个议题。那我就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，因为我马上就要进行分场。那这个场地呢，因为刚刚我说我们在很浓缩的时间跟这个人力下来做这件事，所以要感谢田委员帮我们借了这么好的场地，就是国会这个议事的这个场。哎，田委员有活动，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？好，麦克风。好，麦克风好。大家好哈，欢迎大家到立法院来到这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战场啊，这个纪念品。为什么我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战场纪念品？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当年在福茂的时候，这个从长一直跟国民党对骂，我们站了50台，然后连我都亲自拿了麦克风啊，在那边跟国民党对骂哈。然后最后呢，张庆忠一个出白博就跑到那个地方去，然后拿着那个无线麦克风，就宣布说福茂过了哈，那边牛场，我就站在那个，然后那个所以这对我而言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主战场啊，今天非常高兴欢迎大家到立法院来，立法院是属于大家的。那我刚当选立委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的助理说，我自己的定位是我是环保 NGO 团体派驻在立法院的代表。那不论大家相不相信，我的自己心里我非常清楚，我的角色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么多年来，那我们的环保运动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啊。那我跟大家报告，我刚刚坐在这边就回首来时路啊，那到现在车子还没有开始运转，我给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安慰，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哈的成果。那不要小看自己哈。那我坐在这边，我也想到一个那个动画哈，我想大家都看过，就是一群蚂蚁在路上，然后突然遇到一只那个食蚁兽，他们就把自己卷成一团。发现食蚁兽想吃它们，就食蚁兽的那个鼻子自己被塞住这样的哈。那还有那个什么，一群那个螃蟹也是遇到海鸥，他们就把自己的钳举起来，那个海鸥要吃它们的时候，这个毛都被剃光光的。那事实上，我就想到我们环保团，那积小成多哈，聚沙成塔。那刚刚我听到那个庄子杰老师的演讲，我也想到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要继续把这个议题这个加热的话，那我们应该分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总统选举之前，如果我们可以把环境跟健康的议题加热到说，不论是谁当总统，到了中部都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问题，那我们就大概就赢了啊。就表示说，不论谁当总统，他在他的这个执政的任内就没有办法这个完全不顾这个问题。那我也会在卫保委员会要求，卫福部所属的国家卫生研究院要针对 PM2.5 PM10 这种空气污染跟环境跟健康的相关议题做长期的研究。然后在10月底，就是我们半年后呢，要举办由国家卫生研究院举办这个国家型的哈，这个有关 PM2.5 PM10空污环境与这个健康的全国研讨会。那我的阳谋就是在总统选举之前呢，我们经过国家机制，然后用我们人民的钱，我们来做一个学术性的无可回避的研讨会，然后把所有的证据都摊下来，然后让环境跟经济不是对立的，让环境跟健康是结合在一起的，有命才有钱啊，才有那个有命才有那个能力去花所赚来的钱啊。然后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啊，再一次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到立法院，立法院是属于人民的，我们大家加油，谢谢。谢谢陈委员，的确，这是我们所在哈，我们要让更有序的路从这边走出去，所以再次谢谢大家今天的与会。所以今天大家的任务很重大，从我们的分场一直到下午场凝聚共识，然后最后就是把这声音送出去。
那今天我们在场，还有一个分组，我们邀请到，我们的邱文燕立委也在现场，你要跟大家打个招呼。那邱委员，大家也知道，他也很努力哈。每个人在各自的场域上、角色上，都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。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凝聚这个共识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分组。可不可以建议一下，我们把那个纱窗，就是那个窗帘打开，让光进来，他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，现在就关上。我那再来按一个简报啦。好，那你们现在暑假要剪发，还要还要会绑钢索。好，没有。我跟大家做一个30秒的补充，你们知道张家俊为什么要提三修法吗？因为苏贞昌要到他的选区去选立委，所以张家俊要有所表现哈，这个就是政治的现实。那我跟大家报告哈，我们打蛇随棍上，我们提出我们环保 NGO 白火的三个修法版本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分组。那所有的与会团体，我们在今天新闻稿上列出来，其实有很多很多刚刚来不及为大家介绍，不过待会大家在分组里头就请先充分的互相认识哈，也许下午我们讨论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把这些想法可以提出来。那先确认一下，荒野你们的位置在哪里？好，就在这个阿孝所举的地方，参加台湾的永续政策的小组，请到这个位置，好，大家就把东西带过去。能源环保是在这个位置，好，他们旗子已经挂在这里，好，就在会长这边，好，请举下手，好，参加能源议题在这里。食安跟食农教育的主妇联盟，应该也是那个位置，对不对？挂着这个黄旗子的地方，好。环境政策游说，红林在哪里？你就在这个位置吗？哦，你们会不会太近？要不然这个位置呢？比较中间。哦，好，请找到红林就可以哈。亲子与动物保护中心，请问，好，在后面，他们的旗子也挂起来，在先到谷的对面哈。景观，环境景观与生态美学，这里看到的，在这个我的这个右手方。刘老师，你们在正中间，我们中间段的座位。看守台湾，怀疑破坏，好，何林在那里，他们在举手。如果你们坐下来发现位置太近，好像会干扰的话，可以再移动一下哈。
设计的是要被带，他们就是老为了时间的价值观要被带，然后就是另外一个价值观，那比如说我们当年的那个高中老师，然后他们导致教就是这样，这样是这样回答的，结果后来成立了这个学校，他们带来了。Thank you.
那小孩，那小孩，那他是说话的吗？我是李明秀，在加拿大这边找下来，我做到半年，找到了想要一点，因为我年纪很大，希望从今年开始到2025，让我们开始想，希望我们找到老师的目标，也就是说，可以发展的最佳的方法。那是那个地方。